屏东彩灯节的另外一个看头就是蛋花汤，大家请看看上面的图哦，要记得它长的样子哦，饱满的蛋白和厚实的蛋黄搭配着带点调料的汤头，就是一碗满足感十足的蛋花汤。来，你们看一下蛋花汤到底在哪？哪里有蛋花汤？蛋花汤在哪？好的，目前呢，我们在屏东的彩灯节啊，这是最有看头的，这是日本人设计的，它叫做水谷笃实，明明就叫水煮笃实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不知道，你看它设计的蛋花汤。有能吗？这偷鸡鸭能吗？你跟我讲，这偷鸡鸭能吗？奇奇怪怪，用这样呢，像个莲花做诶，莫名其妙。好啊，好啊，日本人阿扯嘛，唔免相信啦，我跟你讲。反正阿扯就是不能勉强的啦。